王学士，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一个人？我在没有你的世界工作。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雷茹，你怎么在这？没看到照片。我回到1998年，变成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、叫陈茹的女孩子，一切都好真实。11月17日起，周日晚间10点，分解茶想见你。我是在做梦吗？